先简单的 get ready 一下防晒，最近还是在用这个 Evidence 的，也蛮阴的，薄薄一层应该就 OK。然后最近在用那个有色面霜是这个 Lisa Eldridge，对，这个有色面霜非常好用。我比较懒，所以就这样点到脸上，然后把冷气立马抹开。然后腮红一下就差不多了。戴下首饰，我日常的首选永远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珍珠耳钉，然后这个是天然的淡水珍珠，然后它后面的金色部分呢也是18K 金，所以比较不用担心过敏。这个珍珠耳钉非常的简单经典，看起来存在感也比较强。我个人是很喜欢珍珠耳钉的，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，它可以适配任何的发色，而且我觉得在秋冬搭配针织衫什么的也很好看。正好有点冷，我就把这个针织衫套上，非常好看。然后今天项链呢，我是搭配了两个一起叠戴。这条呢是在天然的珍珠项链里面加入了一个18K 金的 Clue 的一个 logo，然后中间呢是一个 smiley 的笑脸，两个金豆，也是18K 金的。这个珍珠的 size 会比这个耳钉的 size 小一点，大小跟耳钉很匹配，然后在脖子上真的非常的合适。这条珍珠项链的话是有两个尺寸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选择一下。它除了单戴，我觉得它叠戴也非常适合。今天准备戴这一个 Clue 他们家的 signature piece。看到很多人戴这个 Clue 的字母项链都搭配得非常好看，所以我一直蛮种草的。然后这个款式呢是26个字母都有，它是一个比较小巧的锁的造型。这个项链可以选择自己的姓或名的首字母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适合送人，它也是18K 金的，洗澡睡觉都不用摘。给大家看一下单独戴它的效果，非常的精致。然后这个是叠戴的效果，我觉得叠戴效果也很好看。我选的这一条呢是字母 AA for Annie。OK，现在准备出门，今天给大家。大家推荐三个首饰都来自于 Clue，在这里推荐给大家，非常日常百搭，然后材质又很好，上班上学我觉得都非常合适。OK，那么今天上学我就不带这个大相机了，虽然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很好，但是为了便携还是要带 Osmo Pocket 出门。已经，早上先喝个燕窝。昨天车停的稍微有点远，现在走去找车。今天准备开始看这本书，然后发现它是德国的，居然能看懂。那我现在德语现状真的很搞笑。我看到这行就是 In jeder Mücke steckt ein Elefant, Elefant。也开始下雨了，准备回家。好呀，10月份就是疯狂的调休，很难有个完整的周末。Morning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好冷哦。准备吃个早餐，今天点了一个紫光园的外卖。茶叶蛋，哇，咬了一口，一点馅儿都没有咬到啊！哇，哇，
我的包子还不小心掉进去了。今天穿的是我之前超推荐的这个 Elo 的衣服，它这样的光线我感觉应该更能看得清楚，这镜子有点脏，它就是很黑的那种黑色，然后这里是交叉的，我觉得它配这种高腰的下半身真是太好看了。然后今天戴了一些首饰，我觉得也非常搭。然后它这个衣服的 logo 在后面，Elo 的很多衣服的 logo 都在后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。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短的，因为很多衣服就是超短，但它其实没有那么短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OK，换上这条裙子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可能外面还可以再套外套，要出门啦。今天去吃一个西餐，因为很久没吃西餐了，正好聊一些事情。这边感觉还有蛮多吃的，Oreo、Oreo、Eatery。好喜欢啊！然后你下次来可以穿那个裤子，就巨可爱，白裤子。这个 Pikachu 的新的衣服，高尔夫的那种。但是要有两三件。哦，这个 so 好看。他们的这个吊牌 so cute， 把这个吊牌是挂到腰的那个，上腰吊牌，可以挂在球包上，可以。这个好看的卫衣，95加满，小李屯，长了个痘痘，贴了个痘痘贴，喝吗？你好夸张。罗马人没事，我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很大风。哦，好好看啊、哦。Basically, it's all about sleeping, sleeping issues。我感觉可能和你这个脚上这个一比，就特别的尖。这种男士剪头发的地方剪头发。一人一个位置，然后一体的直接躺下就可以洗头，嗯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哎呀，超市买个 salmon 什么的，鳗鱼。说一下牛奶，牛奶，克隆牛奶。我在反复看上一期的 vlog， 那个克隆牛奶，我觉得那个片段太好笑了。它特浓牛奶，然后我就是听成克隆牛奶。你猫吗？我们今晚的晚餐，椰子鸡。也吃完饭了，准备收拾箱子，因为我们明天要去。回婆家。都是以舒适为主，这是什么 skims 呀、啊？然后常穿的这种，耶，他的衣服巨简单，三个长袖，两个长裤。最里边那层保暖怎么做？好粉呐、啊！它自动识别日出日落，人家会自动识别拍树的声音。这不是按时间吗？嗯、这不是按时间吗？第二早五点。人家按识别的景色。哦。郊外玩，又来吃个面馆儿，两碗素面，盐水面。
你在郊外，好多果树。这树子跟北京长得可太不一样了，这是抗猕猴桃哎，削苹果的人摘枣子。真的打下来了，完事儿。他已经上去摘了。你要不到我这边来。吃晚饭啦。海参臊豆腐。设计公司，对，设计。早，今天我们两个出去过早，你这样好干净。哦，之前那个面馆在这，我们等一下去吃旁边的这个面馆。现在先去买一个红油包子，这里好有烟火气啊。现在是他老店，真的。嗯，好吃。想想你。我们刚刚去那个包子里面看了一下，卖完了。现在已经11:20了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吃午饭。天主教堂。这教堂超级超级新，我们准备来旁边喝咖啡。这一条街感觉比较新，有卖面包的，然后咖啡厅。他的鞋看着巨舒服，我准备买一双。是 Pane P A N E 这个牌子，推荐给大家。陈皮，这是悬崖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吃饭。好吓人呐、啊！哎呀，好吓人呐、啊！这个蹦极就是蹦，我的天哪！江面太夸张，就我的天哪，好可怕！哦，有人蹦，有人蹦，有人蹦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哎呦，看到没？看到吗？哦呦！西陵峡，西陵峡超漂亮，就是现在是阴阴的，也很漂亮，就是绿绿的这种。这是葛洲坝，现在这个船要进去坐电梯了。买了个烤红薯，8块，超大一颗。现在收拾一下行囊，准备明天回北京了。我现在已经在机场了，那这期 vlog 到此结束了，一个简单的十一，非常非常好吃好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